台阶动起来了，果然是陷阱吗？那些平台在牵引着其他台阶移动。那块红色晶体从它内部出现了高能量反应，快躲开！构装体怪物似乎也是被它召唤出来的。哈，那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了。小婷，跟我一起打爆它！嗯。OK， 我来给你们开路。0019，全武装召开，目标静默。0019，炸飞塔。雷电幻来，斩！黎明到来，充能完毕。0019平台在上升，大家小心，前方发现密集障碍物，是碎石，快躲开！现在没有别的路线可以走，只能向前面的台阶移动了。行动开始。办法到达最前端的平台，让这条好动的蛇停下来。这次换成远距离攻击了。这个大家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啊？说换阵型，雷电换来，灵感，这个嘛。